啊，观众朋友们，那么这样的傅园慧和朗朗来到了我的身边啊。这个傅园慧来到身边的时候，后面很多朋友都在叫着你的很多的名字，比如说小公主啊，还有比如说这个叫你段子手的，也有叫你这个用神明在搞怪的。你最喜欢哪个外号？我现在这些都已经被我摒弃了，我的新名字叫大王。大王，嗯，何来？因为。 就是一种灵感吧，我觉得。非常霸气的一个名字啊！那刚才我看到傅园慧一路走来的时候啊，这个是拖着你的裙摆小心翼翼，而朗朗一路扶持着你。评价一下你的这位男伴吧。我觉得太绅士，太体贴了，又帅。那新的一年奥运年有什么目标没有？目标就是能够超过2015。